嗨 ，Hello， 你好，我是爱谁？来，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我拍 Daily Vlog？ 其实我有拍邮件，但是有时候觉得心情不是很好，拍出来的东西我拍的不是很好，就没有 upload 了。其实你有看到我 channel 都有在 update， 只是我可能没有 share 出来。你们每次问我小爱为什么最近没有 update YouTube channel 了，其实我的 update 你们没有 follow 过，你们没有 subscribe 是吗？今天我们要拍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其实不是吉隆坡人。今天我决定搭 MRT、LRT 或巴士去我想去的地方。在 KL 的公共交通是非常的方便。大家知道我从小到大就是咬着金汤匙长大，不是。从小到大呢，我都是在巴生长大。其实我也是有搭火车啊，来到吉隆坡。今天我要回味一下我小时候我们搭火车是怎么样换站的。我决定去到 KL Central， 再看 KL 市中心还有什么地方适合街拍。我想要拍 update 在我的 social media 的照片。平时你们看到我都是搭 T streetwear look， 我今天特地带了一个小帽子，然后穿的比较碎一点。虽然人讲话的时候就没有太碎，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做到反正照片。是拍出来的吗？为了今天，我把我公司的全部人叫来。我公司只有一个人，就是拿着机的人。然后我想请一个 Grab driver。现在呢，我就来到 KL Central， 我们下车看看那个路线。所以我们就 Let's go。Sorry， 刚刚讲 Let's go 的时候忘记戴口罩。在车上拍东西可以不需要，因为都是我的空气啊。看到了耳环吗？Let's go。我没有开，我不能下车。OK， 我们现在进去。刚刚我去 top up 了我的卡，就是用 IC top up 了。所以我们最后决定去的地方是 Lala Port， 因为小红书现在很红嘛。基本上结合了所有的交通设备，就比如像 MRT、LRT、BRT， 你要 Grab 直接下都可以，巴士 also can reach。You see， 它其实超级无敌方便，你只需要下杭大站就可以到 Lala Port 了。所以基本上这个 BBCC 呢是一个城中城的概念。我其实有研究过，如果开车来的话，因为它其实有一个道是可以下去来到 Lala Port 这个地区的。我们也看到它的道路其实已经非常宽松了，给大家看一下 Lala Port。是小孩子的、大人的都已经是开了的。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哪吒嘛，小红书还非常红的一个地点就是这一家。你可以撸猫怎样喵咪，我看到超多人过来了，里面有猫猫，可是我们不能进去拍。这里也是一个超级漂亮拍照的地方。我最近搬家，然后刚好这边有日本的家具，也就是 Nitori。 我跟你讲，这个超舒服的，你动看，冷冷的是不是？我想买这个东西很久，你看别的，走，就是有一种小孩手一定要动动一下。我现在遇到一个困扰，就是我的新家。如果你们有看到我的 Instagram 的话，就看到我的新家一直在漏水啊，我的东西还坏了，我就闷头痛。Thank you.
很该很好奇，为什么拉拉坡叫拉拉坡？其实是这样子的，拉拉坡在日本是一个购物商场，然后在马来西亚是东南亚第一间，所以它整个 concept 呢就非常有日本风，所以它有日本家私店啊，日本家具店啊，日本的餐厅 ，Let's go， 日本餐 ，OK， 我们再看看有什么差价。我有一个坏坏的想法，刚刚我们看到有些地方还在装修，等下我们吃饱了，我们就偷偷的，注意注意的。去他们的，我们就偷偷的去。OK， 啊。要做坏事呀，走呗。这里还不能进去了，这里都空空的，没有东西啊。哦，这边有东西。这里是 Dead KL， 它主要做的就是活动，而且是拿来做演唱会的，可以去看一下。快点走过来，靠近我一点，比较快。现在我们要偷偷进入他们的进去。因为他还不能进去，还不能公布他们里面长什么样子。这里是 Malaysia Brand Plaza， 你可以看到他还在装修。这边还有 GSC Cinema， GSC 的小编，你为什么还没有开？基本上这里呢会集合很多的传统文化。如果你是艺术家，他那边其实有一个展览，是可以给艺术的人来这边做属于自己的展览。这里你看他的 shop lot， 你可以卖很多很多东西耶。这里真的是很漂亮，你可以看上面。Malaysia Grand Plaza 会聚集了很多传统文化特色店铺与艺术家的作品，像是传统手工艺品、batik， 还有本地美食等等的。它基本上这里已经完成了98%。你看，它很多都已经是有商家把东西带过来了。我有来选择冰淇淋蛋糕、剪刀石头布。你想吃蛋糕是冰淇淋？冰淇淋。冰淇淋，我想吃蛋糕，来剪刀石头布。你是冰淇淋，我是蛋糕，对不对？蛋糕。现在我们来到了美食街，在这里基本上可以看到很多店还在装修，然后其实已经开了很多。有星巴克，这里有一个非常红的冰淇淋，我在小红书有看到，我们去 try 看。Hello。哦。滑雪吗？好吃哎，茶诺它很好吃哦，全部倒去哦。你很彪嘛？谢谢，谢谢你。漂亮。That is mine。谢谢。嗨嗨，我要拍照，帮我拍照。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会排队，因为他真的是很好吃。看到没有巧克力的，我就觉得太甜。我一吃的时候我就哇，吃你也吃饱了，甜品又喂饱你了。
OK， 是不是？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认真的工作，就是要来拍 OOTD， 从头到尾一张照片都没有拍。你讲你合理吗？我们今天拍 vlog 的目的是什么？拍照，走 ，Let's go！ 喂，这里好像这个是家哎，这个是 hotel 是吧？是家还是 hotel 啊？好像有人住了哎，上面有一个桥，它是桥过去没？我们去看嘞。哇，这边有日本餐，我觉得这边超适合火锅。这边给我的感觉很像在国外，没想到 Malaysia 有这样子的地方。走到来这里，原来它是家来的。哇，猫跟家是一起完美计划。你的家现在不漏水吗？我那个家是租的，我一直在看这 project， 想要买，我又不可以买太靠近我看房的，所以我直接想买城市中心这样子。然后这个刚好在城市中心。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去找人带我们看看。在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拉拉坡，哦呀，这边有起很多 building 下嘞。我们去看那边的。我现在来到的是他们的 sales gallery。这个就是那个 station， 刚刚我们就从这边走，走进来拉拉坡。这一个就是他们的 office， 46楼。很高耶，他们真的很高效。然后这个咧 ZKL， 我超级想看这里的家。我们去考德问一下有没有人可以 serve 我们吧。 Let's go。 我们去看看这里的家长什么样。这个就是我们二房的一个show unit。 二房，我带你看看。对，哦 no， 好漂亮耶。美吧，这里很漂亮。先进门呢，你就看到厨房，厨房这些柜子都是有包的，就是优美的精装。哦，所以基本上就是有包完那样子。对了，锅子有包，锅子要找那锅子。我，你买了我就可以包给你。OK， 我买，好，我买。除了这边，那边是什么 ？OK， 除了这些厨房呢，其实呢，我们也有想到在城市居住。的 owner 嘛，他们都需要洗衣机和烘干机，这些都包满。哦，这个也是有，对了，超方便。晒衣服的话，你可以在阳台，或者是在这边就有烘干机了。对了，然后这边还有厕所。对，这边就是 public toilet， 然后这边就是小房。床架会有吗？床呢是没有包的，所有软的那个家具就没有包，所以这个房间是空的。对，这个是好事哎，无论是我想要做什么房间，它其实都 OK。对，如果一个是女生的话，我可以做一个更仪式，一个睡觉房间。房间有包的是这个衣柜和 aircon。哦，所以这个就是有包的。这间房间就是可以自由发挥的，自由设计。Oh、my God， 我要看外面，外面完全就是有很多美食的嘞。其实这一个风景呢，就看到很多美食老区，风景其实很漂亮。这里有小孩子玩的东西。对，它其实就是一个树屋，它有游乐园，还有一个小小的公园在楼下。它除了两房，它还有什么？我们这边最大是两房，我们还有中间的就是一加一房，一个小厨房，再加一个 master room。这个就是 master room。哇，很舒服哎，这里。你觉得 master room 的空间大吗？我觉得是够。哦，它这个柜子我喜欢。L 型的柜子。对，够哎。它真的整个感觉就是 hotel， 对，完全就是 hotel feel。你们已经 launch 很久了哦。我们其实 launch 了4年。可以了。我在小红书看了啦，看你们新闻才看多久罢了。然后你们已经卖了4年了，这个东西。对了，就我22岁的时候，还在那边靠谈恋爱前男生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到投资的角度吗？当然没有啊，其实我现在就是要来看，因为我的家是漏水的，我就很头痛。我的点我有点奇怪，就是我是巴生人，然后我又不可能搬靠近巴生，因为巴生就有妈妈家，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买一个居住中心，我妈妈来的时候就可以去逛街。我就一直在看，要么就我也可以透露一下那个价钱。这里可以耶。可以吧？可以，这个可以，因为四年
了嘛，基本上建好了，这样子就买了直接可以住进去哦。对，是 ready move in 的。其实就是如果我现在立刻买的话，我就可以直接搬进来，就是拿东西走进来了。其实我不要扫你的兴，我们这个单位呢已经卖完了。这个 sorry， 我想问一个问题，很严肃，叫你带我来看什么？你都已经卖完了。其实你过来呢，也不是浪费的机会。我们还有一个新的 launch， 非常棒的。这也是差不多这样子的东西。对，它是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地方。对。我坐那个摩瑞那边嘛，那个 station， 对，我就有看到那边有在写东西。就是那边。那个其实是住家。对呀、那边就是个住家，就是我们新的 launch。现在有在看了吗？现在我们秀云店呢会即将要 ready， 到时候我再邀请你过来。我真的有兴趣要看的，这样子。可以，因为我其实很喜欢这里，其实有人弄不过嘛，可以考虑弄一下我。这边其实都很稳了，已经是出完了。不过你还有机会，一房也没有，一房也没有，因为这个地区我觉得它值得投资。无论是说我自己未来要不要住都好，我可以给我家人上来玩，偶尔来住。其实这里很方便，因为吃的、玩的、喝的都有，全部都有了。这边真的是很方便哎，因为它在市中心，它现在价钱我觉得到一个时间的时候它会涨。其实呢，如果你要投资在市中心，你就要看综合项目。综合性项目呢，它有购物，它有 transport， 这些都是带动的。有 hotel station 又靠近，胖多下就到了。你要买一间吗？不过你有这个一间 unit 吗？你单身吗？我觉得比较快的方式就是不是我买，是我直接找一个男朋友比较快。他直接不要理我。这个泳池下面这里是看透的哦，看得到下去。对，看下去的，马来西亚第一个。对啊，我们懂的是新加坡吧？对，这个真的难得。最重要是风景，主要点是什么嘛？你看到吗？各种银行，银行都是我的，在你家门前。看到吗？我家开银行的。哇，这里真的是很漂亮。哇，这里还看那个塔哎，你要拍那边不是拍我？虽然我知道我是最美的风景，可是你要尊重一下真正的风景。看到四大天王 ，KLCC、Kel Tower、KB 一八，还有我们未来的星野柱 Tower。所以这边还会有多一个 Tower。对，还有一个 Tower， 80层高。这里真的很美，我觉得这个物价真的是 nice， 可是它没有 unit 了 ，why？不要伤心，因为我们即将 launch 一个顺号，还有很多选择。顺号少，它是 studio 吗？它都有，都有。就是说，我现在可以 make appointment for 我未来的家。你现在可以先跟我们注册，你可以提早预约。OK。当我们的 show unit 准备好了，我当然会邀请你。越早预约的人是不是越便宜？肯定啊，真的特别优惠。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跟我一起看家的话呢，我就到这个 info link click 进去 register， 可以找我们。OK， 我一定会给你最好的优惠 ，you know。office 一样一起看，感觉自己好像很有钱这样子。OK， 现在我们来到他的 office。我们的 office 呢是有九间一层啊，它是 flexible 的，意思说呢墙壁之间是可以打通的。OK。对，如果你需要更大的那个 office space 呢，中间打通就变成2000 square feet 了。明白。或者是整层都可能。可以。都可以，对。以我的 bank account 的钱呐、我觉得我可以买。这个。应该是这样子，有这样子一层的、对，已经开好一层。你现在的所在地已经是开完了。现在就是已经开完了，我们来看看一下。对，就做不同的 team， 给大家看可以怎样装修。这呢就是两间 combined 的。所以这个过后是你们会拿到，就是你们会卖出去。我们会 lease。你会出租。哇哦，这个舒服吗？漂亮，舒服。还有这边。你可以看看我们 office 的风景。
有哪一个老板要请秘书啊？请我，我会做 proposal， 我会帮你带孩子。李老板，我会帮你带孩子，我会帮你买化妆品。只要你想要我学会的东西，我就尽量满足你。只要你让我在这样的美景上班，我觉得网上还会更漂亮，因为网上的时候它就开灯。它这个叫什么？不见冰冈 City Center。这整个都是他的，这超大的嘞！我拍的这个影片 OK 的哦，可以 upload 的哦，我有进去拉拉坡那些地方嘞 ，OK 的哦，不会告我的哦。